战斧羊排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谦。今天我们哥俩啊，来吃啥呢？来吃一个自助餐啊，小天鹅戴斯酒店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呢，海鲜自助啊，388一位。388一位，咱们给老板上一课吧。搂他，走，跟我们的视频走。对。鲸鲨国际海鲜百岁啊，看一下。今天他来的自助餐是388元一位啊，但是有一点是怎么的呢？不是咱们自己取的，是咱们在这个点餐，你想要什么餐，然后咱们点，然后他给咱们上的啊。今天咱们二弟看看点一下，好嘞，挑点咱们乐意吃的、喜欢吃的，对吧？行。我们点的菜还没有上来啊，但是呢，佛跳墙先上来了啊，咱们看一看这个佛跳墙，也品尝一下。这佛跳墙里面有什么呢？有海参，有鲍鱼，还有鱼翅啊。怎么说呢，各种精华熬制的啊、哦、尝一尝。哇，浓浓的香味儿。太棒了。我感觉好像还有蹄筋里面，是吧？对。它没有直接有蹄筋，它灯台是用蹄筋去熬出来的。嗯。全是胶原啊、哦、特别的黏。这是海参。嗯，它这个汤真的喝得特别的香，黏黏的，有一种真是闻着都是非常香的啊、哦、香味扑鼻。哇，这个属于是烧烤羊排呀，战斧羊排。嗯，铁板牛排，嗯，黑胡椒的，这里还有一根大猪蹄啊。我感觉今天的熟食瞅着还特别的舒服，海鲜我就不吃了。这个猪蹄非常的糯啊，倍儿香，法式鹅肝。入口即化啊，我感觉鹅肝这吃多了非常腻啊，比较油，比较油。嗯，菜花不能放过的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拿花色拿去拿。这是蜗牛对吧？对。这个是做的蜗牛，法式蜗牛吗？嗯。真的头一次吃蜗牛啊！今天又点了这个毛肚，还有黄喉啊，咱们下到火锅里面。挺香的，就是。
头毛肚，我的最爱了。嗯，太脆了。388元的海鲜自助，到这里吃黄喉和毛肚，用东北话说，脑子是不是缺弦了？天哥很喜欢吃毛肚跟黄喉。对啊，哎，贵。点了一盘精品肥牛，咱们尝一尝下里面。哇，锅还是比较小啊，只能下一勺半了。哇，肥牛终于煮好了，这个锅真的慢。哦，天哪，这个牛肉一点都不柴。哇，哇，真的太香了。木瓜燕窝，咱们尝一尝。嗯，喝上一口有股牛奶的味道啊。它这属于木瓜蒸燕窝。哇，这木瓜都已经熟了，咱们必须啊，造它。木瓜本身就是有营养。哇。木瓜的香味，牛脑的香味啊，加上燕窝，嗯，这道菜真的美味。服务员，毛肚和那个黄喉给我来两份，刚才不来一份吗？哎，但是你家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，给我来两份，我的最爱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。喜欢阿谦的是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今天是阿谦吃的是388元一位的海鲜自助，但是海鲜我没有吃。你看我吃的值不值？如果值得，在评论区给我扣一；不值得，咱扣个二。谢谢你们。